我绝对不会接受你这种媳妇儿。我也是不会结男方家里反对的婚姻的。你是哪位？我是动用了国家的力量帮你安装路灯的男人。你疯了？他喜欢我，纯粹喜欢我这个人，你确认过了吗？他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就喜欢你吗？我对爱保持最高警戒，之前并不知道我已经越过那个界限了。俊基哥，你该不会真的爱他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东森戏剧台《上流爱情》。